不见啦、啊！周大哥，哦，这兄弟耶！哦 ，Candice， 这个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吉他手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是德鲁哟 ，Toru， 不是 Toru，Toru 的是，这日本非常有名的贝斯手、钢琴手、音乐家、composer、arranger， 还有 anyway， 好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日本非常有名的鼓手Nori桑，你其实跟他们合作也很久了嘛？是我们从前哦，其实我们2012年就算是第一次合作，所以离现在已经是超过10年了。哇！那个时候是因为在美浓做小朋友的专辑哦，然后我有参与其中两首歌，就第一次跟这三位乐手合作。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从林声祥那边，是声祥哥。然后，但是你看到他们这些是上等肉嘛，超级，赶快借来用，超级。所以后来有很多唱片都一直跟他们合作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是到比较近期的两张专辑，好好好，对，然后我就请透鲁担任我的共同制作人，然后邀请三位优秀的乐手一起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米莎要给我们唱这首跟他们合作的歌，叫做杜鹃。杜鹃哦，盖小姐来，杜总。杜鹃是一种鸟的名字，然后也是一种花的名字，在华语里面啦。这首歌是我一直想要写关于名字这件事情。就是说，有时候一个东西你给它一个名字，其实差不多就决定它的命运了。你说这石头，那它就是石头，对，它就是天冷很痛这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再跟这首曲其实算是跟透鲁一起做的，那再跟他。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创作的那个过程里头啊，我就跟他聊到，好像我们聊到 Amy Winehouse， 就是说一起虽然不虽然虽然不虽然，所以这个有一点 tribute to Amy Winehouse， 对，就是讲就是有的女性她们其实是可以，你给她一个正确的名字，她可以飞得很高，她可以开得很美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她可能就 lanky 哦，这样子哦。对对，所以我们要来欣赏米莎跟东京中央线的《虽然不虽》，不是杜鹃，杜鹃，动手。
样，啊啊你可比不晓想，心脏加血脉。